欢迎大家收睇 Chill Club， 今日有相当之多嘅嘉宾嘅，首先登场我哋有 Jason 同埋 Cat， 欢迎晒。Hello， 嚟紧一年几个星期嘅 Chill Club 咧，我哋都会同大家重温一下今年嘅冠军作品啊！两位今年都有入围我哋嘅奖项啊，不如同大家拉下票先系嘛？拉下票先啊，好啊，你先。我今年就入围咗年度女歌手啦，跟住我有首歌叫做《轻盈》都入围咗年度十大歌曲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支持啦。你帮我谂下支持嘅原因啦，要帮埋手添喎，喜欢佢咪支持佢咯，好简单嘅咋，系咪先？你咧咁？系啦，我自己咧都系入咗呢个年度女歌手嘅男歌手版嘅，咁另外悔过书同埋纯白咧都系你哋入围咗呢个嘅年度十大歌曲咯，咁系咯，中意嘅投票咯，中意呢啲歌，中意我个人投票咯，唔中意就投第二个咯。唔中意都投啦，系咪？系投俾第二个咯。点样投票咧？等我讲解一下啦。其实投票时间咧就由听日，亦即系3月28日中午12点开始，去到4月3日晚上11点59分咧，大家可以登入以下呢个网址参与我哋超级年度十大歌曲第一轮投票噶。咁啊，记得去支持啦，两位嘅歌曲啦，同埋两位嘅个人奖项都要啦。咁啊，中意就投，唔中意嘅就投俾第二个。最紧要就系要投票。嗯。是沉重的肩，或徒劳的倦；是麻醉的烟，或难远的怨。我接近崩溃了，心连长骚乱。我暗自想坚持，却要狡辩。别人爱新鲜，别人求方便，为何吃辛酸，让我吃些甜？我最后悔摆出甜的嘴脸，以后行我重如白雪满污迹，用手指尖我能作画。随旋律流动之声，为一身束缚而沙哑。Oh my love, oh my love， 在爱里分对错。你问我，我不答。简单的生活意生来似风，一百多年
静静地为余生瞑目，梦还可可亲的面容，现实全让希望，原来是剧毒。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消躁？人如白爱，别灰心。在心中的缺痕总化，从无日无夜的天吸收多少精华，微笑的疯子若然害怕，不比观看的好人可怕。今天不识得欢腾便披着骂，不知怎回家。静中观青山与绿水细数，为何苦恼？当一切多么虚无，为何焦躁？别愤怒。心中宣布，没人敢爱上年前路。种种变化，种种恐怖，喧哗退散，安乐倒数，心已顺吧。
跳出政治的舞，曾重就拨开所有尺度，轻轻抵抗命运，发现发上有风，原来世球喺度。哇哦，从伤口我的姿态轻度，轻松。欢迎晒 Alan 同埋阿 Phil， thank you。喂，今日又嚟到拉票嘅环节啦，喂，交个时间俾你哋先。系咯，喂，我真系第一次入围咗呢一个年度十大歌曲啦，年度男歌手同埋年度唱作歌手啊。咁咧，我自己都好惊讶，系好荣幸咁啊，好荣幸啊，因为我都未试过即系感觉到自己系一个男歌手，我唔俾你咁讲，同埋系一个唱作歌手，系系咯。虽然写了很多歌和唱了很多年歌是的，有这个感觉很 surprise。是的，大家记得支持 Alan。Thank you。阿 Phil 今年很开心，有自己有两首作品是入围个年度十大，包括《沉思者》和《关于我的睡莲》。两首歌都是自己有很多新的尝试，无论曲风上或者很多新的挑战。今年亦都入围了一个年度男歌手和年度唱作歌手。非常之多谢大家的支持。希望你们去投票支持我的音乐。Thank you。好，咁啊，两位都非常之努力，记得支持一下啦。不如呢个时候，我同阿 Phil 咧一齐欣赏下 Alan 对演绎你嘅《想再和你看烟花》好嘛？系啊，入咗围嘅。系啊，系啊，系呢首啦，冇错。听下啦。发现这座伟大城市内，刹那满天灰烬与石头。幸你在身边给我调酒，那需呼救。发现岁月再漫长仍有尽头，看着远处火星扑向月球。幸幸你在身边给我行救，十秒都足够。睡了，世上每道记忆再掠过，才承认渴望那夜两手碰触过，才承认听着你脉搏，趁未闭目呼吸更多，浪漫如烟掠过，抬头望到最缤纷宇宙，未来那角度等你参透，十秒让烟花给我前后。就算看不到以后，仍面望到的璀璨未杀走，十秒让火光沾上右手，静待明天走够。你问美丽过后谁能够回头，有火烟花放肆自由，带着你望天空一串裂口，望有光穿透。除了世上每乱诞生也是错，虔诚地费尽气力也不够反抗，虔诚地我又接近你，趁着倒数一引点过，快乐如花盛放。抬头望到最缤纷宇宙，陪伴着你不需要拯救，十秒让烟花给你忘忧。哦哦哦，抬头就算看不到以后，留下让我捉紧你没颤抖，十秒让足感沾上右手，又留一丝悔疚，填充心里缺口，燃烧的瞬间你在眼前，我共你在这座危楼仍能缓缓足走。
算天再没庇佑，然后下秒松开了两手，别怕任天再将爱没收。抬头没法庆祝的以后，然后就似烟花散四周，别怕让祝福笑去绿洲，命运燃烧的节奏。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无法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痕迹。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得盘缠。我这多的好色是缺陷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浪漫，为何却是磨难？几多算？
从我枕边到怀里，也想讲切你，求世福人令你退避，这样充满会如此去向，又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也要躲破月架到半生，令我这多的好声是倦陷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晚谈浪漫，为何却是磨难，几多说望月花越要走着月架到思绪离散，拥在一起赞叹。身边有教主 Anson Lau， 你好 ，Hello， 你好。嗱，今年你同你兄弟咧表现都相当之好啦，入围咗好多我哋呢一个推介榜年度推介嘅奖项噶。咁啊，歌曲方面咧，包括咗有教主你嘅 Mega Hit 啦，跟住有 Jay 嘅《狂人日记》啦，有 Eden 嘅《燕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啦，仲有姜涛嘅《Master Class》啦，唔少得嘅，仲有 Mira 嘅《Boss》咧，都入围咗我哋呢一个超级年度十大歌曲奖噶。咁啊，至于个人奖方面啦，交俾你讲下好嘛？好，咁我啦、阿 J 啦、Eden 啦、姜涛啦、Ian、Lawman、AK 都入围咗年度男歌手，而 Eden 同 Lawman 更加入围咗年度新人。当然唔少得有我哋 Mira 入围年度组合。喂，如果想支持你啦，同埋 Mira 啦，同埋你嘅队友咧，记得登入以下呢个网址，快啲投票俾佢哋啦吧。喂，既然有咁多奖项入围咗啦，你又喺度，不如向我哋嘅观众拉下票啊！好啊，咁希望各位观众啦，唔同嘅乐迷啦，都记住支持 Mira 啦，或者支持你哋心水嘅歌手啦，记住去网站度投票啦。好，记得支持 Anson Lau 教主啊！打把支吉他，我敲出一段古难，这主打令你兴奋。有啲尖嘅杯，我冲向一线唱，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古筝，我想再追赠，想这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怎么写没有跑，从和弦或乱撞里探讨。嘣嘣嘣，扶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灵魂难一齐妄想。嘣嘣嘣，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灵魂难这是真。别怕唱彼此国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很长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挥跌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怨恨。真皮玻璃教我上错追寻，想这散恋的命运，离开刚分送取注码。有些冰心待比想象更好，足够青春是
相恋没有怕，自由和坏剧烈里探索。Boom boom boom， 无脑你哋 bang bang bang， 去令快乐一齐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哋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这是真因。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me, say. 待比想象更好。谁应该相恋没有怕？ Yeah yeah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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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好，身边有 Misha 同埋 Manson， 欢迎晒两位。嗱，你哋两位嘅合唱歌《深受怪物 version》咧，都入选咗我哋超级年度十大歌曲奖嘅。咁啊，转个头就为我哋演绎噶啦。演绎之前，可唔可以向我哋观众拉下票先啊？Mention 先咯，你佢有好多个提名喎。深受怪物 version， 大家记得投深受怪物 version 啊，记得投深受怪物 version， 记得投。你仲 有个人奖项噶，你都未话俾我知。你仲有呢个年度男歌手啦，同埋年度新人添嘅。我好多谢 View TV 啦，同埋超级啦，咁即系攞咗奖啦，已经系好支持，有提名已经好开心啊，入围咗，系。咁樣嘅反應，希望大家都可以投票俾 Manson 啦。希望係啊，大家如果中意我嘅音樂就投票俾我啦。Thank you。Misha 咧，係。至於我就入選咗呢個年度女歌手啦。咁其實過去一年都自己幾勤力嘅，有演唱會，有推出碟啦，有歌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投下票啦。記得支持下咯。呢個時候我哋一齊聽下《深受怪物 version》先。用一个吧，往
心底处盼，破解相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看最后灵肉重修吧。身边有 Ellie， 阿莉你好 ，Hello 你好。今日打你嘅新歌咧，就系情绪勒索上嚟。呢个歌名系咪你嘅个人感受啊？其实都算系自己嘅个人感受嘅。咁但其实呢首歌系想讲男仔对女仔咧就是一个冷暴力嘅关系啦。咁然后就一路都折磨住个女仔啦。咁最终咧，我咧即系个女仔咧就靠咗自己嘅一个强大嘅内心去克服咗一切，就离开呢段关系咯。死啦！佢成段嘢都望住我讲，但系唔关我事噶。但系依家真系你要出去唱歌啦。系我冇勒索你嘅，但系系嗰边咧。OK。嗱，我冇噶，好 gentleman 噶，我哋一齐听下 Ellie 嘅《情绪垃圾》。这个秋天，你慢独独陪我，靠近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转弯抹过，我的不安否在面上错愕，仍聚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
下公布2022年第13周超级推介榜10首上榜作品。第十位新上榜 Anson Kong 江业新 Elton 黄志德 Rebound。新歌 MV 请嚟近30位嘉宾一起开 party 噶 ，AK Elton 仲喺 Music Break 一起跳 popping 大苏舞技，内容丰富到咁，你唔系唔睇个 MV 啊嘛？第九位上个星期第四位，今周下跌五级，陈柏宇有我。第八位上个星期第五位，今周下跌三级，周国贤身后身。谁在点起一盏灯？谁感激多得身后有神？第七位上个星期第三位，今周下跌四级。Ian 陈卓贤留一天与你诠释。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第六位上个星期第八位，今周上升两级。泳儿叶落冰川。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第五位上个星期第九位，今周上升四级，冯允谦报复式浪漫。其实雪品都不想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来到第四位，上个星期第二位，今周下跌两级，林家谦某种老朋友。彼此到处新洪流，如何挣扎沉浮，便回想起当初手牵手也颤抖。第三位上个星期第十位，今周上升七级啊 ，Cola Call My Name。不要呼吁，给我将会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脉砸下每个眼神，是我地亮丽地叫你快腾。第二位上个星期第七位，今周上升五级，岑宁儿无常家。第一位上个星期第六位，今周上升五级，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多谢大家喜欢呢首《难道我还未够难》呢首歌，咁喺个咁艰难嘅时候，希望可以陪住大家共渡难关，撑过去。
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